最近登上《青春有你二》的林小宅可谓收获了一波关注度，她少女感满满的舞蹈评级却是 F， 让网友替她直呼不公平。但林小宅却淡定回应道：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拿 F 啦，但是呢我不会一直都是 F。 说起来，几乎没有一个女孩子的青春里不知道林小宅，她有着日式美少女的长相，甜甜的笑容极具有感染力。林小宅原名林小婷，这个名字大众并且没有记忆点，容易被大家所忘记，而林小宅这个名字则让观众觉得可爱感满满。并且林小宅一直走的是日系美少女路线，与名字中的宅字相对应。还有网友说，宅是仔仔的意思，这个名字表达了他与粉丝之间的感情。与许多网红一样，坐拥千万粉丝的林小宅也走上了电商之路，凭借着超高人气和甜美笑容，店铺销量屡屡刷新记录。这个95年的女生已经凭借电商之路走出了一条璀璨的花路，难怪青春有你二的其他选手们第一次见到林小宅就惊呼道：林小宅就是互联网的 ACE。 没有哪个女孩子的青春里是不知道林小宅的吧，她以前可是头像界的翘楚，因为很多人都拿她做过头像的，包括我自己，很多人都买过他们家的衣服，都是大老板了，然后还过来参加节目。就连艾拉老师也称赞道：你其实在你的领域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，拥有如此高评价的林小宅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三了。